那个翁立友吼，有一首歌叫《坚持》，你知道？有人出世就好命，运气用命一拍拼。那这个命运无同的问题，我们是用命，我来讲。我们没有人就靠怕命的，好不好？看来柯市长是认命了，也算是新招，用唱歌来酸。毕竟人家高雄拿台电的促协金高达1亿多，但台北只有54万，南投县更愤愤不平。后属不平的，所以长如果是一个县市，我们想说，要去争取这个是困难的。首先电力公司你也要看点数。南投县长说没拿到回馈补助，但根据台电资料，南投县政府今年度也有获得1181万。而若以全台火力发电厂分布来看，基隆有协和电厂拿到958.6万，新北4237万，桃园6879万，苗栗6134.8万，台中6472万，高雄有三大电厂是1亿1651万，台南则也有水力光电和一座民间发电厂，却也只拿到281万元。不管在南在北，我觉得都是好事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机会，我们还是会努力争取。黄伟哲讲得很客气，毕竟拿得多的都是自家人，但面对县市首长，觉得大小眼，台电这样回应。高雄地区台电公司的电力设施，我们知道光发电厂就有3座，还有新建的燃气机组。这台电回馈的钱已摊开，不止比电厂多寡，似乎也看得出各执政县市首长谁最会撸。TVBS 新闻刘俊台来三区小组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